先看到的第一条上行船，宜昌去重庆的，走这边，大家看看右手，这里有船，啊，这个啊。像这个船闸每一个是280米长34米宽，像这样的
驱逐，那不是驱逐，那个呢？游船船票的游客朋友，听了广播后前往一楼中厅三峡石对联处免费。你要看出来别人的情绪啊，马路也寻出来别人。